什么？您坐前面，师傅您坐前面。哎，后面坐一位。哎，就哎，这多久啊？这我有点顶、啊，三分半吧。不怕，儿子有我呢。哎，开始了吗？可以开始了。还等什么呀？人啊！我这俩这坏蛋们呐，没撕下来，我摔一条。哎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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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杨浩，哎呦杨浩，哎呦，还行，好玩好玩好玩，这就凉快多了。哎，哎，不错嘞，哎，挺好。啊啊！好，拜拜。哎哎哎，上！他给他哎哎，他俩怎么？哎，他俩怎么了？他给他哎哎哎哎哎哎，你太沉了吧，哥！你不能坐前头，要不咱俩换换吧。这儿没法换了。画画的北北，画画的北北，哇呀呀呀呀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爸！哎哎哎哎！我觉得咱们这边水太多了吧！啊！哎哎哎！那好。奔下一个项目地喽，走。Hello， 哎 ，Hello， 小谷你怎么了？给扔水里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他不敢，热呀，回手算了，行了，太热，已经热迷糊了。这个呢，又是一个游戏。好，这回呢是跟张鹤伦队的一起做的游戏。哎，这个是一个九宫格，这个叫三子棋。哦，哎，中间呢有蓝黄色的水滑梯，每个人从水滑梯上滑下来，先到的人就可以先下棋。下完以后呢，吹一下喇叭，示意下一个人才能接力滑下来。每队有不同形状的桶啊，中桶可以套小桶啊，大桶可以套中桶。在棋盘上某一队的桶连成一线的时候，该队就胜利了。好，知道了，好吗？好，规矩还是这样。这回呢是二位郭老师跟轮队一起来做这个游戏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开始喽！这水太深了吧，我有点害怕。我也害怕，咱走吧。不要让您的父亲单独游玩。哎，对。怎么着，哥？什么战术？第一个那大的一定要放。第一个两个是同时下，是哪色？都是蓝色。我们是蓝色是吧？对。还得拿大。对，第一步拿最大的线中间下，中间搁边上，不能搁中间。大的后下，你先下大的，就是你不能再扣它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先下大的是不是可以先占一地儿啊？对，啊，也是一般用不了仨。对，来吧，中间我第一个出发。好，下来。我们得找一敏捷的吧？这个你先上。不是你跟他，你找一敏捷的得，不就是啊？你来。要不我一会儿给老秦撅巴折了，别折了，老秦。你看老秦这裤穿直逛的。我们的九宫格三跳棋比赛现在准备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哎，哎呀，你看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，拿一大桶站中间，吹喇叭。哥，您完了。
不行，放那个，放那个。放那个，不好了，那个。拔不拔？定了，吹呀、啊、吹呀、啊。怎么吹呀、啊？这个这个。爸爸，您下去吧，您甭管他们。走，师傅，下您的，下您的。吹吹呀、啊！哎呀，堵他一个，对。哎，吹呀、啊！吹那个。哎呀，脑袋哥呀！篮子给它连成一条线就好了。师傅，哎，是您啊，您听我的，我听你的呀、啊。也能套上，也能套上。漂亮，好，好，赢了，对，就这意思。也能套上。也能，没用，接着下，拿小的站。咱俩这笨蛋呀！你倒是这样，你别打我。不是这样的，这不成。这对呀、啊，这不就我们赢了吗？这不已经赢了吗？我分析。小帽傻呀！哦。拿出来就赢输了。哦，好，队长的胜利，因为孟汉堂拿上了。谢谢。哦，孟哥，怎么玩的？重来，重来一回。赢了，我们都赢了。你都赢了，你们赢了一回，然后我们还能不能再赢一回？就不玩了吧，这游戏玩结束了。现在部队获得胜利。我们认输了，因为确实我们哎，什么叫认输啊？就是输了。张鹤伦队哎获得胜利，咱又赢了，那是哎，给你们这轮的一个加成券，谢谢，好吧，恭喜你们，谢谢，恭喜你们。拜。然后两位郭老师，通过这个游戏，你们说说你们的感受，到底是好玩还是不好玩？好玩。哎，郭老师。